相当的敬佩，新店庄敬高职的学生罗光庭拥有红十字会初级急救员的证照，他随身携带急救箱，在上学途中目睹了校门口附近发生了车祸，骑士倒地受伤流血，他自告奋勇的冲上去替伤者来急救，而这一幕呢是感动了好多人。计程车回转后撞倒机车，受伤骑士多处擦伤，血流不止。救护车还没赶到的第一时间，庄敬高职高二学生二话不说，打开急救箱，先帮伤者处理伤口。把他用按压止血法，我当下只想先帮助他再说。重回车祸现场，地上还留着一大滩机车漏出的汽油。车祸发生在上班上课交通尖峰时段，当时罗同学向教官出示红十字会急救员证照，就将同学负责救人，教官指挥交通。直到警消赶到接手处理，摩托车被撞倒之后满地都是汽油，那我下一个动作先把他的油门给关起来，油箱给关起来。两人合作无间，事故很快就排除，尽管伤者紧张到一句谢谢都没有，学生说能帮助到他就很高兴。而罗同学热心公益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在101跨年烟火秀后还帮忙捡垃圾。刚成年的他说，满20岁后要当消防凤凰志工，帮助更多人。记者黄一伦、陈威轩，新北市报道。新北市庄敬高职的学生罗光庭拥有红十字会的救护员执照，就在上学的途中呢，他看到路旁有机车骑士和计程车擦撞倒地受伤，那么罗光庭他立刻上前急救，还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帮伤者包扎。路人看到是纷纷拍手叫好，拿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，里头的药品装了满满一大箱，这么重的背包几乎天天带着。21号早上，18岁的庄敬高职学生罗光庭上学途中，刚巧遇上机车骑士与计程车擦撞倒地受伤，急救包立刻派上用场，救援过程都被路人拍了下来 ，po 上网，还说要给他100万个赞。打开来的时候，把他用按压止血法。那我大概止血5-6分钟之后，救护车就抵达了。不管是戴手套或急救动作都相当利落熟练，因为罗光庭不只拥有红十字会救援证照，还热心助人，而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在路上救人。遇到车祸是第二次，我第二次去帮助对方。那我当下只想先帮助他再说，也许后来会有什么纠纷，但是那是后来的事，至少我当下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甚至在跨年夜罗光庭等车的时候，又在路上顺手捡了2大包垃圾。充满爱心与热血的他，希望20岁时能报考更高阶的救护员资格，担任消防队志工，帮助更多人。机车骑士被计程车撞倒，不断流血。这时在旁边扮演救护员角色的是一位18岁男学生。按压止血法，那我大概止血5-6分钟之后，救护车就抵达了。当时伤者是很紧张，然后说不出话来。那我有安抚他说，不要担心，这只是皮肉伤。就读庄敬高职2年级的罗光庭，去年6月取得急救员证照，之后他习惯将急救箱装背包随身携带，这是第二次派上用场。由于车祸地点就在校门口，特别先请示过执勤教官。哦，我们学校的同学就很热心的过来出示他的急救员证，那问我说，教官，我可不可以先帮伤患止血先处理？罗光庭镇定包扎，安抚陪伴伤患。他说，当时没想太多，只想到救人第一。我当下只想先帮助他再说，也许后来会有什么纠纷，但是那是后来的事。至少我当下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我当下先帮助他再说，其他的都是不重要的。学校知道了，非常开心。罗光庭平常就热心公益，号召同学参加饥饿三十，教大家学摄影，还到嘉义学校当志工，因此提名他为总统教育奖候选人，希望将他的善行发扬光大。明日新闻郭生君，新北市。